近日有媒体发微博就话，沈阳一个男人一日食两包烟，夫妻同时被查出肺癌。而呢一名男子过身两年之后，佢嘅女亦都被查出咗肺癌。呢个男人吸烟全家患癌嘅事情发布之后，引起咗唔少烟民嘅关注，并开始担心屋企人嘅健康。咁对此，微博话三手烟系细路女患肺癌嘅元凶。沈阳男子一天至少吸两包烟，夫妻竟同时查出患上肺癌。两年后，女儿又被查出肺癌。另外，最近还有三手烟一说，说烟落在衣服、头发上的残留物最容易致癌，而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大家好，欢迎收睇生活调查团。今日我哋嚟讲一个关于烟嘅新概念。我哋平时经常话吸一手烟、二手烟吓，咁啊而家又提出咗三手烟啦。咁就系啱啱新闻里边提到细路女患肺癌嘅元凶。咁究竟咧何为三手烟咧？细路女患肺癌嘅元凶又真系所谓嘅三手烟吗？三手烟嘅危害又有几大咧？嗱，喺食烟嘅家庭里边，又应该点样保护屋企人嘅健康咧？马上为你调查下。嗱，我哋都知道咧，一手烟即系话食烟啦，会危害健康，亦都可能会引致多种致命嘅癌症。咁有研究指出啦，食烟患癌嘅机会咧，比唔食烟嘅人咧高十倍。烟瘾大嘅吸烟者咧，患肺癌嘅机会更高达15到25倍。咁而二手烟嘅危害咧，大家亦都好清楚啦。二手烟雾当中含有4000多种化学粒子同气体，当中一啲有毒嘅气体浓度咧，甚至比食烟嘅人吸入嘅主流烟更加高。咁随住大家对一手烟、二手烟危害嘅不断认识，而家有专家咧，就系提出三手烟嘅概念。我想我们以前住一些小旅馆，进去以后。没看见有人抽烟，你会闻到，你会闻到一种烟味，有烟味。那么哪来的？打开房间有烟味，有烟味。实际上这是什么呢？就是说烟草里边的微小颗粒是很小的，它有的是小于我们叫的 PM2.5， 它比2.5的微米还小。这样的颗粒，它在一些纺织品上它要吸附，所以说窗帘、地毯。你如果用一个吸尘器有一种铝膜的话，你把它吸附，你去用机器测，你可以看到尼古丁。唔通冇人食烟嘅房间有烟味，就代表有三手烟存在？如果按照咁样理解嘅话，咁我哋平时如果去酒店、食肆、K 房、办公室等等公共场所有烟味嘅地方，或者喺屋企有烟味，岂不是都布满咗三手烟？我哋所指嘅三手烟嘅，目前我哋都认为系就系咁样嘅，就系、是、吸烟嘅人咧。可能是室内或者是室外吸烟，即使当时他周围都没有人在这里，但是他吸烟出来的烟流啊，包括尼古丁啊，还有烟雾当中所含的几千种的化学物质呢，他可能会沉着在这个他的身体里面的衣服啊、头发啊、皮肤啊，甚至是室内如果吸烟的时候呢，可能会在室内里面的墙啊、窗户啊啊，同埋呢個地氈啊、家具啊，咁啊，咁呢啲殘留喺呢啲地方咧，呢、這個煙咧點會少積幾小時、幾日，多積幾週，甚至幾個月，佢先慢慢係退走咗，即、就、係、是、消失咗。咁因此，如果喺呢段時間咧，如果你去接觸咗佢，由吸煙咗之後殘留喺呢啲地方嘅呢啲有害嘅物質，咁對身體會帶嚟一種危害。咁所以我哋呢啲咧就叫做三手烟。嗱，咁样睇嚟咧，三手烟可能话咧就无处不在嘅，就好似隐形杀手潜藏喺你同我身边。咁但对于三手烟系乜嘢呢个问题咧，我哋亦都做咗简单嘅街访。三手烟啊，三手烟真系唔知道。即系食咗烟以后咧，就去抱人抱细路仔，嗰、那个咪三手烟咯。三手烟啊，我只知道有二手烟。三手烟。不知啊，我只听过二手烟，没有听过三手烟。三手烟咪系地毡嗰啲残余嗰啲烟味啊，嗰啲咯。三手烟啊，咁啊唔知哦。唔知啊，三手烟系点？间接。三手烟即系吸完之后喺烟味或者衣物或者啲衣服、头发度留低嗰啲味，人哋再闻到嗰种啊。三手烟、二手烟听过啫，三手烟未听过。调查采访后发现，大部分街坊似乎都未听过三手烟的讲法，只有少数几位街坊讲得出大概。既然要调查三手烟，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三手烟相关背景资料。
三手烟是2009年美国波士顿麻州儿童综合医院医师群率先发明使用，并针对佢可能对婴幼儿健康造成危害发表专文。三手烟是指烟民吞云吐雾之后残留在衫、墙壁、地毡、家具甚至头发和皮肤等表面的烟草残余化学物。美国能源部下属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所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残留物可能存在几天、几个星期，又或者是几个月。他们首次评估了室内环境下尼古丁接触空气中常见物之后的反应，发现尼古丁与常见空气污染物的亚硝酸反应后可能会形成强大的致癌物。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生成三手烟的烟毒究竟有几犀利。是这些由于吸烟残留下来的地方呢，就检测出有这个氢氰酸，检查出丁烷，而且呢都检查出一些好像这个甲烷，甚至有重金属，譬如说砷、盐、一氧化碳，同时呢又检测出有亚硝酸，而且亚硝酸通过氧化之后它变成亚硝胺，甚至它还有测出这个有反射性的那种叫做氟二一零个反射性的物质。那些物质呢，相关这些物质对身体健康都有非常之明显的有健康有影响，甚至有些是致癌物。听完专家这么讲，大家应该都对三手烟有了一些的认识了。不过大家可能还记得刚刚新闻片段里面提及到烟草当中充满很多微小的火粒，而其实我们平时闻到的烟味就是来自这些火粒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测试这些火粒的数量变化来调查三手烟是不是真的存在在我们的身边的。实验方案在一个无烟办公室内，将用烟分过的公仔摆在里面，用仪器测试前后粉尘数的变化。而今次使用的仪器就是激光粉尘检测仪，它可以检测到空气中火粒物的数量，当然也都包括香烟燃烧时释放的烟碱残留物火粒。通过上面显示的数据就能够反映到空气中污染物的情况。在测试之前，首先来到这个完全无烟的办公室里面，我现在就用这部机测试一下现在的粉尘含量是多少。现在测试到的数字是715210，记录到现时房间里面的粉尘数是71522000个单位数量。下面就到另外一个空间，用烟分公仔的方法令公仔上粘附烟碱残留物。好了，现在实验马上开始，我们准备了一个密封的玻璃箱，然后呢这几位我们公共频道的吉祥物要辛苦他们了，因为作为三手烟的携带者，好，亲手送你们一程。只见到调查员眼都不眨就亲手送我们一个这么可爱的公仔一程，然后在玻璃箱里面点燃了5支香烟之后，就将公仔和香烟混在一起。好，现在就将它焗先，那么焗到烟烧到一半的时候，再拿个公仔出来测试一下它会不会令到房间里面的微粒含量改变。只见到香烟烧了一阵，玻璃里面烟雾弥漫，几个公仔全部变成无刀孤儿，认真惨烈。好啦，我见到呢啲烟差唔多烧到一半啦，我哋而家揀其中一隻公仔，咁放去我哋无烟嘅房间入面，睇下会唔会影响到入面嘅微粒含量。当调查员揭开盖嘅时候，大量白烟就涌出箱外，而家可以闻到好强烈嘅烟味。调查员呢个时候就用塑料袋将公仔装好，转移到头先嗰个无烟办公室里面。好啦，我将公仔拿出来先，之后再次用这个仪器，哇，喺波浪变咗970几万。哇，我哋嘅无烟办公室啊，头先仪器读数先至系715200个单位数量，而家就972万几，足足增加咗200几万嘅火粒数量。现场嘅工作人员都表示有好强烈嘅烟味。看来海关上粘附到烟碱残留物不少东西。烟头来说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我们管叫烟雾，一部分我们管叫烟味儿。
一般来说烟雾呢大概占了整支烟燃烧起来的25%左右，那大概75%叫烟味。实际上烟味什么叫烟味，烟味是它比方说它是各种分子构成的，你是看不见的，它太小了，但是你可以闻得到，闻到烟味就对你的身体是有危害了。甚至说实在话，你闻不到烟味对人体，只要它存在了，对人体都有危害。随后我们等玻璃箱里面的香烟烧完之后，就将第二个公仔拿出来再测试一下附在上面的粉尘数，足足比刚才测试海龟粉尘残留数量多了将近300万火粒数量。咁睇嚟，香烟燃烧得越耐，公仔亦都黏附咗更多嘅烟碱残留物。咁而最后一个公仔喺玻璃箱里边半个钟头，佢身上残留嘅火粒数量居然多达1,328,000+单位数量，比起之前两个公仔身上残留嘅火粒数量都仲要多。咁就可以讲明，如果喺烟区停留更长时间，黏附到嘅烟碱残留物咧就更加多。经过头先嘅调查之后咧，我哋发现啦。香烟燃烧过程当中的确将会有好大部分的火粒残留在这个物品上面的。这个就验证了三手烟的讲法的确存在。而专家所讲的有烟味就有危害，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去除烟味来减少这些危害呢？还有你还记不记得一开始提到的一人吸烟全家患肺癌的新闻呢？细路女患肺癌的元凶真是所谓的三手烟。在吸烟的家庭里面又应该怎样保护家人的健康啊？广告回来之后，欢迎继续收看生活调查团，继续关注三手烟的话题。上一次我们调查了三手烟的存在，也都揭开了三手烟到底是什么的疑问。不过我们还未搞清楚三手烟的危害有几大，它主要的危害的群体又是不是好像新闻那么说细蚊仔是最大的受害者呢？我们继续往下调查。关于三手烟对人体的危害，特别对婴幼儿的危害是比较明显的。由于接触了三手烟之后呢，可能对那些小孩子，即是对婴幼儿呢，他可能会减低他的认知功能，即是智力的功能。长期接触三手烟的小孩子呢，比那些没接触三手烟的小孩子呢，他患肺癌的几率呢要高20%。咁既然对细路仔都有影响咧，我哋可以咁肯定咧，咁佢呢啲残留落嚟嘅喺屋企又好，喺吸烟者嘅衣服好，如果只要你去接触，对大人、对老人、屋企嘅咩人都可能会接触嘅。咁呢方面嘅研究咧，要逐步去认识。咁目前为止，我哋仲未有睇到一啲关于呢方面嘅三手烟对呢啲成人、对大人佢嗰种直接嗰啲危害嘅研究。咁但系我哋呢从呢个吸烟对人体的危害，我们来看来讲，只要他有三手烟的接触，人体的健康就会受到影响。专家指出，三手烟会引起婴幼儿的呼吸系统问题，增加婴幼儿哮喘几率，令到他们的体质下降，增加患中耳炎风险等等。既然三手烟主要危害到群体是儿童，那就回归到开始微博新闻当中男人食烟全家患癌的一件事，三手烟又是不是会令到细路女患肺癌的元凶呢？有可能，但是我们不敢做肯定。吸烟的人可以致癌，这个是肯定的。二手烟也可以致癌，但是这个小孩子是不是就是肯定他是在三手烟引起的呢？都要进一步去科学认识这样的。现在这样讲，他这个由于这个女孩由于三手烟引起的肺癌呢，为时尚早，我觉得。对于微博说三手烟是细路女患肺癌的元凶，专家解释肺癌涉及不同的致癌因素，除了可能是烟害之外，更加重要的是肺癌带有遗传的基因属性，因此并不可以简单通过女仔患癌症一件事来断定三手烟就是元凶。听完专家一番解释，相信大家对三手烟都认识不少了。虽然三手烟是比较新提出来的概念，科学界和医学界对他的研究还是不断深入当中，但是他对小朋友的危害都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各位食烟的朋友，为了你和家人的健康着想，尽快戒烟。接下来你要讲的就是一些关于香烟认识的误区了。
误区一，经常有老友以为在吸烟区吸完烟之后再回到非吸烟区，对非吸烟者就减低危害，尤其在办公室有同事喜欢在走廊或者楼梯煲烟，没有直接对非吸烟者产生二手烟的危害，就以为万事大吉。专家说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常理的推断来说，吸烟者在吸烟的过程中呢，这个烟雾，一些烟的危害物，它会沾到人吸烟者的身上或者他的衣服上啊、头发上啊、身上啊等等之类的。那他等他回到这个不吸烟的人群中间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会随着这个空气气流的流动而这个脱落下来，他就会漂浮在空气里。那不吸烟的人就会把这些东西吸到自己的肺里去，就会对他身体产生危害。对此，专家表示，吸烟者到户外地方吸烟，或等自己身上的烟味消散之后再回到室内，其实他们就不知道烟草有害物质已经残留在衣服、皮肤或者头发上。这种情况专家建议要勤冲洗，保持衣服、头发、皮肤的干净。误区二，亦都有老友以为室内种植绿色植物就可以对室内的烟味进行净化，这种认识又啱不啱呢？它是绿色植物呢，它是靠光合作用，就是在白天在光合作用下呢，这个绿色植物是植物能够本身是叫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说净化空气，因为空气污染里有一个指标是二氧化碳，那你说它从这一点来说净化空气，那它有作用。那至于让它能够吸除这个异味啊，吸除空气里面的有机和无机的化合物啊，效果可能是叫做微乎其微。另外，对于一些老友认为在烟灰盅里面放置茶叶或者果皮就可以减少烟对人的影响，专家表示，从某些角度来讲，茶叶或者是果皮对烟味有一定的吸附作用，不过未有研究指出这种方法到底有没有确切的功效，因此这种方法就见仁见智了。当然有些人又主张就是说又提出来深受烟的人这样呢，可不可以即係譬如話煙灰缸當中啊，放一啲咩吸味嗰啲，譬如講茶葉啊，這個咩陳皮啊，但係這個我冇做過咩啊，關於泰國有關嘅，即係話確實喺研究嘅資料，呢種有人咁樣提出嚟，即係話可以吸啲味咁樣。咁至於佢令唔令我預防三手煙嘅，我真係一下子又講得唔係好，唔令我講得好清楚。最好嘅防止三手煙嘅辦法就係戒煙，唔吸煙係最好嘅辦法。同樣亦都有吸煙的老友認為吸煙之後飲水飲茶會對煙有溶解作用。下面我們調查完就來調查一下。各位街坊，見到現在這副架撐可能不是很明白我在做什麼呢？其實從剛才的實驗證明到，公仔上面確實是黐了很多三手煙留下的火粒的，但是食煙究竟有什麼危害，食煙的過程是怎樣，可能大家沒有一個直觀的感受。這個實驗就給大家看看食煙過程是怎樣的。看到這個水樽裝滿了水，就好像人的肺部一樣，待會就在上面點煙，然後不斷放水，這煙就會充滿個樽裡，因為煙是不溶於水的。順便提一下大家，如果有些人說食煙沒事，喝杯水就沒事，這個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OK， 現在我準備點煙了。点着之后，再在塑料樽的底部开孔放水，只见到白烟马上被吸入到塑料樽中，一阵间整个樽就充满了烟了。其实这个可以理解为模拟了人通过呼吸将烟吸入到肺部的情况，由此亦都证实了烟是不可以溶于水的。所以吸烟的老友，无论你喝多少水，你的肺部仍然是得不到多少的保护。好了，现在将烟倒出来，大家看到现在这三张纸呢很纯洁，洁白无瑕，一会走快不是的。调查员马上将樽里面的烟倒到白色的纸巾上。好，现在整个樽的烟倒下来了，现在看看张纸巾变成什么样。只见到最后纸巾上留下一大滩黄黄黑黑的污渍。一啲都唔夸张讲，吸烟嘅时候肺部残留嘅物质就系呢啲嘢啦，亦即系我哋熟悉嘅致癌物焦油。睇完今日嘅节目之后，我唔知道各位老友你仲想唔想食烟啦？2012年5月31日，中国卫生部首次发布《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当中指出，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数百种为有害物质，至少69种为致癌。
目前我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但是就有大概7.4亿不吃烟的人遭受二手烟暴露的危害。而全世界来讲，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数高达600万，每6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我国每年因为吸烟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万，超过了结核、艾滋病等死亡人数的总和。其实对于降低二手烟和三手烟来说，第一个还是建议大家尽管戒烟，要抽烟，对不对？因为抽烟不管怎么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啊，不管对抽烟者来说，对家庭的成员来说，对健康都不是一件好事。那就是说，如果在家里有烟味的话，第一个是加快通风，通风以后呢，能够把尽快的把室内的这些烟的污染物给排出去啊。但是第二个就是室外的一些限制，比方说，如果是今天室外污染特别的严重，或者外面正在下雨啊，或者怎么样，你不可能开窗的情况下，那你只能怎么就是怎么样去加快，就是抽把室内的这些污染物啊，尽快给它抽走，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呢，就是使用空气净化机，使用空气净化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空气净化机一般来说能够将这个烟雾里面的绝大部分的污染物吸附，给它吸附或者阻隔掉，那你这样子空气能够比较就很干净。所以话吓，各位真系千祈唔好睇小呢个吸烟嘅危害嘅。以前咧就有一手烟、二手烟嘅讲法，危害有几大，大家心知肚明。而家又有咗三手烟，危害咧亦都系不容忽视噶，因为咧直接影响到我哋下一代嘅健康。由於暴露在呢個煙草煙霧當中咧，並冇安全程度可言。為了自己同埋屋企人的健康着想，食煙的朋友咧，唔該你哋啦嚇，盡快戒煙嘅，並且係實行呢個室內禁煙，保障身邊的人免受二手煙同埋三手煙的毒害。好啦，今期嘅節目到呢度，下期再見，拜拜。